这是一台电视，当它点亮时，你在期待什么？好奇、激动、欢喜，这块屏幕把我们连接在一起。我们没有发明电视，我们把这块屏幕未来该有的样子呈现于你。在未来，我们用开创性的鸿蒙操作系统把万物连接在一起，用鸿鹄智慧芯片把影像的巅峰推向新的高度。我们把智慧变成一道光，再把声音变成智慧的入口，让新的灵感跃然于大屏之上。我们用升降式结构改变了摄像头的智慧形态，让这块屏幕满足了之所以成为智慧屏的一切标准。我们用最新锐的科技探索智慧家庭的新乐趣，我们改变了智慧屏所有连接的方式，就是为了让情感的连接始终不变，让回家有了新的期待，让分享有了新的乐趣，让关爱没有距离的限制，让熟悉没有边界的智慧体验回家。这不是一台电视，这是未来的窗口，以荣耀瑞科技意志成就大屏智慧气质，这就是未来智慧大屏，荣耀智慧屏。